上次同大家行完尼亚加拉大瀑布，今次咧就同大家行下附近嘅 Clifton Hill。呢个系 Skyline Tower， 塔顶嗰度有个旋转餐厅。佢出名嘅位系可以一路食嘢，一路望住个瀑布景。本身我哋都订咗台，谂住夜晚去食噶啦，但最后尾点解我哋会去咗食 Tim Hortons 咧？话说女子咁大个人，从来都未入过赌场。佢话要试下佢嘅新手运，入去赌场搏一搏，单车都变摩托。最后尾，我哋输到渣都冇得剩，就系 cash out 到五毫子。我除咗恭喜之外，都唔知道应该讲啲咩好。沉迷赌博，赌钱落海。离开咗呢个伤心地，我哋出翻嚟转换下心情。Clifton Hill 是这里最旺的大街，吃和玩的东西都集中在这里，有很多老少咸宜的活动，例如鬼屋、蜡像馆和一些类似冒险乐园的游戏机铺。详细有什么活动可以看下面资讯栏的连结。咁呢边咧都真系几游客区 feel 嘅，感觉上都有啲似 Disney。我自己最中意咧就系呢边啲装饰啊、啲摆设咁样啦，都比较 fancy。我自己咧真系好中意呢粒巨大化嘅 Kisses 啊，真系好得意啊！铺头入面咧都有卖啲几得意嘅嘢嘅，譬如咧就有呢个全球最大粒嘅 Kisses 啦。跟住都有啲唔同味道嘅 kisses 喺平时 supermarket 会少啲见到嘅，譬如 yogurt 味啊、strawberry 味咁样啦。咁我谂咧，中意朱古力嘅朋友咧，应该都走唔甩嚟呢个地方噶啦。我哋花得最多时间就系呢一个游戏机中心，$10就可以换到20个代币，玩一个 game 就用3至4个代币。呢度都系一啲 game 我哋喺亚洲从来都未见过，例如美式足球同埋滑雪机。对比连锁嘅游戏机中心，好似 The Rec Room 咁，一边嘅嘢就比较旧少少啦，连 VR 都冇，但我哋就玩得好开心。我哋喺 Clifton Hill 玩咗一日，唔知系咪去惯咗香港嗰啲大型嘅主题公园，我哋都觉得呢一度唔系好有特色，我哋更加中意大瀑布嘅自然风景。一家大细过嚟呢一边玩都几合适嘅，但系就唔好抱太大嘅期望啦。大人可以去赌场、酒吧嗰度坐下，小朋友都有几多游乐设施嘅选择。依家系4月，都算系旅游淡季，人唔系好多。呢度地方唔系好大，而且啲嘢好集中，真系想象唔到旺季嘅时候呢度会逼成点。临完之前咧，我哋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有用嘅资讯啦。咁就系关于交通嘅，冇车嘅朋友咧都可以听埋落去。我哋上网揾到一个 ride sharing app 叫做 Proper Ride， 都几方便嘅，咁就可以用佢嚟去唔同城市。输入咗日子同埋目的地之后，就可以睇到有咩司机提供服务。咁咧用过两次之后咧，我都几中意用 Proper Ride 嘅。咁点解呢？咁佢啲司機咧就會 offer 唔同嘅時間、地點同埋價錢嘅服務啦。咁我哋咧就覺得 ride sharing 咧比起巴士就普遍平啲。
同埋司機咧，通常都會肯就乘客嘅上落車地點，所以我哋都覺得係比較方便嘅。咁好啦，我哋今日咧就去到呢度啦。咁下一集就會同大家去到尼亞加拉嘅下游位置，睇一啲不為人知嘅秘境嘅。啊，仲有，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記得 CLS 啦、comment、like 同埋 subscribe。Bye.